熄灯了哈，快点都把烟柱子闭上，主好命，三年了你那个小金针菇我见了有180回了，你摸完了是吧？快把裤兜子换上。班主任走了，快点快点，社长快点把书籍拿出来。杜白董，这回叫我逮着了吧？我听半天了，谁嗯嗯嗯的？肚子疼吗？谢光玉，你顶会儿把什么？老师，什么都没有。放屁！你寻思你是萤火虫，顶门子还发亮？把手机拿给我，半夜三更不睡觉，我看你都看什么的？亲娘，亲娘，我这个亲娘要歇命了！你留个死不要脸的！你爹娘花钱给你买手机，就叫你看光腚猴的？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啊？我看看，哎，你我这个亲娘还是国产的嘛，不要脸！刘方正，你一点也不方正，天天装的跟个人似的，你伪君子呀你！明天写份检讨，把电影从哪来的、怎么找的、怎么免费看的都给我写上。李志浩、朱宝珍，你两人裤头子这就要撑开了，要弹出来嘛？出去站着拜拜活。汉凯，你在后边藏着干什么？过来，还拿瓶酸奶吗？你小日子过得怪腐败。我尝尝，我这个亲娘，你就不能试卫生纸吗？